那 Nancy 是从出生几天就说我一直带着了，对 Nancy 的话就有点像孩子感觉一样。他每天要喝四次奶那一会儿，然后呢他那会儿也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全天都会陪着他那会儿。我会带他去办公室，带他去我们的公园的其他的角落里面去玩，然后照顾了他现在有十个月了吧。他从六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开始慢慢的学会吃鱼。Nancy，那比较难忘的是我带 Nancy 去我们那个海豚湾发现湖那边去游泳，那他可能觉得那个海豚很危险，他就跑过去把我往岸上拉，拉着我的衣服就往岸上拉，就是有比较感动，他就是那么小的年龄他会想到要保护我。